我们的哇，血流成河组合来两位。哇！我们工程师跟梦想家两位来起立。哇！现在心理压力有没有觉得比较小一点？减号。减号，想现在想减号，哎好。减号啊，给我一点祝福，减号。4月29日，今天星期五，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因为等一下要参加 Classly 跟那个 YY Sports 结合的一个活动，然后现在来到了新竹，然后刚好来找苏毅吃饭，然后苏毅呢现在带我来一家，就是他说新竹必须要吃的家乡饭，那所以你说这一家饭。是，你自己是新主人，可是你却问你的学生，为什么你要问你的学生？因为我要做个双重的确认。OK。然后你的学生指认了这一家必定要来吃的，没错。这家叫什么？这一家就叫做庙口鸭香饭。哦，庙口鸭香啊，大家都会知道。Oh my god！所以呢，在参加活动之前，我们先来吃个新竹道地的鸭香饭。OK。我现在人已经到了。台湾Sports竹科概念馆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就是要进去参加六队组成的活动。今天天气超级好的，然后我觉得这边蛮高级的，有点期待。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进去里面参加活动。那待会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把一些记录，然后把它记录上来。OK，Let's go。最近 Plus League 有举办一个3-3比赛的影片，现在呢，现在主办人刚刚跟我说，就是我们第一名啊，第一名有一个奖赏，就是这边你所有看到的东西，然后你只要拿得到，然后穿上去，在1分钟以内全部都算你的。那所以我现在在思考一下，等一下如果万一有第一名的时候的策略是怎么样？这鞋子那边，鞋子我其实蛮想要的，但是又要套上去，又要合大小，蛮浪费时间的，啊。衣服的话好像也还不错哈，尤其是最近 NBA 的球衣好像，对，所以我现在要思考一下大家觉得怎么样，你觉得有什么策略可以就是拿到我真正想要的速库？哇，这里全部都是 Nike 或是 Jordan， 哇，这里的鞋是我就是我想要的，又要花一点时间。好了，我现在看完了，我有点想，比较想要的就是那边有一区球鞋，然后还有湖人跟篮网的裤子，我觉得蛮适合夏天休闲的时候穿的。那现在如果有拿第一的话，再来决定。OK， 那边的话应该就只能扛一双了，会折一双脚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的话裤子我大概就可以穿个2件，对，大家想一下哦。OK， 方法用，很难用，应该不用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才会发票啊，你才会发票。看勇气看多久啊？从 SBL 的时候，从黑哥接的时候就看，就看。哇，那是真的久哦。那你最近会除了帅之外还有别的吗？我从金九就开始喜欢。哦，也是文凭的老球迷。对。那就跟着文凭去看国王之后，觉得国王真是对的吗？整支队呢，奉了新竹人，但是这是哪队？我是假钢铁人。假钢铁人。假钢铁人跟工程师们，因为新竹又比较近嘛。哦。那我这个人。塔碧，塔碧，对，结果没有回来韩国。对，因为塔碧是我学长。学是你学长。我记得去那块那个。知道，真假的知道？没有什么。小卡车。哎呦！
我是新竹人。小孩游戏街篮球室。哎呦，好棒！然后跑步机。对，然后其实我们跑步机是一个运动的宠物，然后我们提供很多就是运动服务在就是新竹的朋友。但我们其实自己有自己的 app， 所以我们 app 上面其实有一个 eTop， 就是可以累积，类似就是一个会员积点的概念。你透过不同的活动累积的 eTop， 然后你就可以升等，升等就有很多好康。所以到我们店里面，你可以享受商品的好康，享受我们餐饮的好康。而且我们餐饮是一个跟五星级的饭店有直接合作的，那我们也提供跟运动人其他吃的一些健康。是去那边吗？对。比看谁进的球多，然后我们会有一分数据计，第一名就有六分，第二名是五分，一直往下推。然后男生的话帮我站在这边，然后女生有福利站在这边。时速要在一小时内上传你的 IG。好，那我们的按赞，按赞。OK， 那我们的前六名分别的得分机制是这样子，第一名是六分，第二名五分，第三名四分，以此类推。OK， 每人都有分数。对。好啦，那开始喽。准备好了吗？想好你的 pose 了吗？帅哦，还有小道具。好，那等一下这边会倒数十秒。OK， 你任何一台相机都可以看，都可以看，那就站着不动。不动就可以了，你不用跟着他画，好，你就站着不动，好，好。那你要有小缝吗？这样对。我完成。没有，你们等一下是要弄完全部。对对对对，会计秒。对， okay， 我们会计秒。跑完90秒，看可不可以90秒练完。好， okay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 ，OK 啊，好。好 OK， 好，第一场跑步哦，再加热什么？预备，就是干热模式，计时开始。加油啊！不要跌倒，真的不要跌倒。现在很热吗？你有感觉到很热吗？有，真的哦，有热风啊，热，哇，这边真的热风啊，好热哦。慢慢走，慢慢走，用走的，用走的。好，开始。来，来了。来，这一关的话，它就是我们要再骑我们的那个虚拟单车，然后60秒之内看谁骑的最远。最远。那因为它这个的软体，它想想国王队，不能让国王输。志杰跑这么快，志杰要加油哎！勇士队今年最大的敌人就是国王队啊！对，抢走周周本次的国王队啊！很热，对不对？很热，很热，对不对？更热了。哇！帮你量一点点。好了，来喽！准备好了吗？来，60秒。OK， Ready， Go。开始。大家同零点五出发哦，所以只要破0.5，就是他们的公里数。没有。这个梦想家人，然后和我们负伤的钢铁人。我听到那个喘息声了啦。60秒。60秒。
到他车尾灯。还有三十秒。加油加油！十五秒。受伤了，不要再勉强了啊！可以啊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最后一波冲上去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我先去缩小。哎呦哎呦！认真冲刺哎，最后偷偷超偷袭人家，最后才送。怎么办？梦想家输了钢铁人怎么办？没有，我输没关系，场上不要输。哦。好，那我们下车小心哦。好，小心哦。那这一组呢，分别也是七到八，就是我们三个极限动作，然后要把它做完。做完的话，看谁的秒数，搭计秒数去评分。对，要做。做完，来，包比跳，包比跳，来一、二、注意哦，三、四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你先领先，五、六、七，加油，八、九、哎，第一位完成了。真超累，汗都是汗。没错没错，那我们这一关就是要给你们一人一杯果汁，你们要猜出果汁里面是含了什么样我们丰富的营养成分。哦。不要提示啊！不要提示，因为这上面都绿色。感谢各位，谢各位。好，好，有这个。准备好了吗？对，我们先。啊，我们这个没有要比谁喝得快的哦。对，这不用这么拼命的。这不用比，这不是比快啊。对你就慢慢尝，慢慢喝，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什么味道，什么营养成分，就把它勾起来。好，开始来吧。来，慢慢品，慢慢品尝。感觉了吗？奇异果，哎、欸，不能，有分数啊，有分数啊，对啊，还觉得什么？他不告诉大家，他不想跟大家说，跟徐总一样可怕啊！哎、欸，你们在板子上面写下你们的名字好不好？不然不知道是谁，反正大家随便写，随便写，随便写，空白处都可以写名字。好，快要三十秒了，它里面是什么，好不好喝？你是不是累得说不出话？欸没有这些东西，觉得是我们没有让大家，没有让大家品尝这些东西。健康的哦，看有没有人选对。太难了吧？目前没有。真的没看得到是不是？看那个，对啊，纸啊。哦。它是要绿色的，所以一定会有一样是。快，时间快到了哦。很快啊，时间快到了。三十秒，三、二、一。啊，不对。时间到了，都咬的都咬。你放下来，不能再勾了。谁到谁到？上面要报选。哇！比完了，比完了，超赞！精彩的应该快到了吧？还有60秒准备。60秒，只有一位吗？只有一位。加码，加码。这现谁最有机会？有没有觉得自己是第一名的？我觉得我是第一名。有没有觉得？我觉得我会第一名。为什么你可以觉得你是第二？第六，第六，第六，第六是。OK OK， 等一下我们先结算一下分数，然后黑哥再把黑哥分解。好，对对对对，尽量吃哈，尽量吃，尽量喝。没有 ，YY。OK，YY， 啊，有两位对不对？我看看哪两位。对，我们的话，血流成河组合来两位。我们工程师跟梦想家两位来起立。没有，竟然
想不到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工程师跟梦想家赢的选择先攻后攻。哎、欸，来，还要猜吗？好。OK， 先攻还后攻？后攻。后攻，来你先投。来啊、哦。对，就对了。想想你的对手是梦想家哦。啊！现在心理压力有没有觉得比较小一点？简浩，简浩，想现在想简浩，哎好，简浩啊，给我一点祝福，简浩。来，没有，但是首先先感谢各位球迷代表，那知道你们非常投入在支持自己的队伍，今天呢。这个会不会也是今年赛季的排名呢？哇！哇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排名。我为什么会讲这些话呢？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感受一下球队的压力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这扛不起来吧？对对对，不要不要乱讲。好，今天好玩，好玩就好。好，我们从四五六名开始排。好，第四名。第六名，第六名，恭喜，很努力的，杰尼，耶！好，来先颁奖，先颁奖，恭喜！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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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但我们要相信他们会表现得比我好。哇！我刚刚是有蛮认真的。对对对，他们会不会生气啊？我觉得那个药子跟他们选。哇！好的，好了，因为第六名的冠军感如松懈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可以啊，好，来给我们第五名。来自桃园领航员的梁伟，耶！感觉是蛮真实的排名，领航员就是第五名了。我们接下来要五连胜。哎呀！我每次希望看到他呢，他帮球员加油的事情非常大，对，但帮拉拉队更起劲。招牌舞，对，真好，哇，兄弟有节奏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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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很累，他很累，他今天很累，对好，恭喜，好，第四名，恭喜。新竹接口工程师，耶！哇，地主哎，我们 YY 过地主队，很棒。他现在没办法回答。那个文理之名，正义之名 ，OK。不想理智。来，手举起，有没有什么要跟工程师说？我去公安那个把新来宾介绍给。哈哈哈哈哈。OK OK OK。然后感觉应该会更好。对对对，先提一下，体验一下，有点感觉。哦 ，OK OK。那以后水下里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不要太凶，不要太凶。对对对。啊，记得不是，好，谢谢。现在。前三名来，你们都不知道谁是排名。目前剩下的就是前三名，来自己跳一下。前三名，梦想家，刚刚进。哇！第三名，恭喜，来自
中部的台新梦想家。黑哥他有去应征，他的偶像就是东哥。哦，是吗？对，他偶像就是东哥。三哥，这个是谁？你想要三哥？三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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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们先看前面。那有没有什么话跟立冬哥讲？立冬哥，立冬哥，我爱你。哦哟，哇！对，欣赏。对，我很爱立冬哥。你让他知道你在困难的阶段，你也在认真赚钱，赚钱，帮他。就是最强大的后援会。立冬哥要你做什么就做。没错，做没有做满，我都愿意。他最近一个柜子。翻得非常轻，没有办法。我就跟你谈。好，恭喜第三名。OK， 谢谢。剩两位，两位来来来，两位往中间走，两位往中间走。一起公布吗？还好，要一起公布吗？是，现在剩下一位的，就是国王的。那先结果。Oh my god！结果我觉得第一名啊。结果第一。这两队对都是今年才成立的。哇。高雄钢铁跟四米八。向前一步，向前一步，你要向前一步，向前一步。恭喜，你们可以交换戒指。哈哈哈哈哈！有加分，有加分，快乱来，快来。你们想要接第一还是直接第一吗？直接第一，直接第一。恭喜，希望你们可以有，希望你们可以有这种很激动的表情。对，因为等会冠军是什么？冠军60秒，六十秒。这边呢，我看到这边六十秒，随你拿，随你拿，拿得走的六十秒内都是你。穿身上，已经锁定好，你要拿。还没，可以穿身上，可以穿。等一下帮我拿一双，好不好？对，帮黑哥拿一双。对，恭喜。国王队的小芳 champion，穿得起来的，全部都可以，脚车确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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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然后在60秒之内呢，一定要回来这边。我刚才 OK 哦，脚听清楚了，快快脚，快快脚，有他现在看 ，OK 哦，他现在挑了，你知道吗？好痛，我现在脚很痛，好，那我再跟你讲哦，就是啊 ，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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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OK。OK 准备好了，来计时哦，六十秒要回来这边哦，你60秒还在外面就不算，外面要穿上去，对，60秒回不来就不算，好 ，OK， 然后要穿上去哦，每10秒到5秒，对，我问一下，是我可以等一下，我们不是我回来鞋子的袋子，我还可以再换，可以，拿回来，穿的合理，换什么裤子，他也穿上去，穿好再回来，拿到这里穿好 ，OK， 好，来喽，好。开始哦，来3、2，我笑了，脚软，我掉了 ，OK 好吗？都开始，开始哦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哦，要穿身上喽，穿上，穿上，穿上。对啊，哇，哎，就是好像一分钟好像还蛮多的。倒数，接下来多少？60秒，可以踩个照，可以踩个照，来，加，好，看起来，60秒，来，两个包包，正确，哎，包包都变直了，直，小孩，外套穿起来，外套穿起来，试试呢，小心要准备回去，准备回去啊，好的。来，我们等一下下去。
结算总金额啊，哇，赚爆，赚爆，结算一下，然后我们现在大家 ，Oh my god。哇！辛苦的六位铁粉 ，Oh my god！ 给你们吃的东西 ，Oh my god！ 对，对，是真的。饮料好像。两个人呢，都很累，太累，太远了。对啊，包括告诉你们还在。